吴若希呢日为儿童广播剧录音，眨下眼同老公已经结婚两年啦。之前佢哋仲喺社交平台放闪添，唔知道有冇好好庆祝下呢？系啊，我头先都要谂一谂，因为真系唔记得，因为呢轮都真系忙紧啦。咁所以其实周年当日咧系冇庆祝活动噶。就大家早啲上床瞓覺啦，咁因為第二日都仲要朝頭早起身車個女翻學咁樣啦，咁所以都即係冇話特別有啲咩慶祝，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開開心心啊，平日都係簡簡單單就已經好足夠啦。咁會唔會打算之後再補足啊？今天可能會補助啦，就是今天去買一些海鮮回家吃。哦，是不是我煮嗎？我不會煮啊，我不想。我们想毒害大家。